为什么你不要压比二呢？停！等一下啦！你在转什么？哦，大嫂，加一步好吗？太生气了！他跟妈妈。嗨喽，这个人问我说，为什么我就不用录音？他在挖土。丁恩，你叫什么呢？抽到女生的人要换哦。你快点，来，来，好，我们的小何太阳明了。不说头，不说头，不说头，对，那你的，他是送你的，好。何帅，你抽的病抽进来。什么？你离快点，我要抽了。妈妈，如果抽中男生，他就要抽。你以为你在抓周啊？你快点。抓周吗？我会抓周。你快点。我要洗牌。一张，而且女生的要放回去哦。为什么？你要当女生吗？很久了，我会拿到女生的，女生可以换啊。拿到了，男子女。这张是他，哈哈。哎，你放回去。不喜欢。这是你的了。是你的啊。我讨厌。他爸是妈妈的。我没有一张。
你要重换一张吗？我要，只有孩子名跟名字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我志愿。七万，对啊，这是郭志愿的那个音乐家的名字。这是女生的。我们又是女生的。我帮你抽，不要。不要，自己抽自己的。男子名，好，这个。他用，他用代表沉船的意思。沉船。啊，你能拿了？你离开点，你不能再放了，再放就会被那个。我选一张。不要，不要，这一样的名字。哎，这个很帅，这个很帅。啊，这个。贝夫尼。好，你就要说。贝夫尼。好，拿上去。什么是贝夫尼？拿上去干嘛？继续啊，走迷宫。命名专区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晚上都会动哦，叫你们乖一点。这个，你看他在动。嗨。对啊，还不那么大。两个人是真的。你少装了呢，对。你妈看到自己吓到了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很可怕。要。好可怖。两个人。他会动哦。